在晚会上，一名身着粉红色洋装正在表演的小女孩被转播镜头不断特写，而镜头还捕捉到金正恩对着这名女孩咧嘴大笑。女孩与其他参加表演的青少年一起载歌载舞，正在观看演出的金正恩夫人李学主一边跟唱一边鼓掌，并不时与金正恩交谈。金正恩和李学主向孩子们走去，李学主爱怜地轻抚女孩的背。金正恩与李学主据报婚后育有三名子女，长子2010年出生，外界推测第二胎在2013年出生，可能是今年9岁的金钟爱，而第三胎则在2017年2月出生。朝中社日前公开了金正恩携妻女指导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照片，韩联社引述了韩国情报机构分析说，这名女孩是金正恩的第二个孩子，姓名的音译是金主爱，相信她是在2013年出生。韩国情报院认为，金正恩携女儿观摩射弹，可能是为了展现其保障下一代安全的意志。북한에서도리더가되자면성별이아직까지는중요하고요그러다보면뭐김정은그위원장한테애들남자애가없다면모르겠지만우리가알려진바에의하면남자애도있다고하고있거든요그런상황에서남자애를제껴두고여자애를내보낼수는없죠새자녀중한명을 대동하고나왔다는것은바로그딸을앞으로김정은의핵무력강화노선을계승할그런후계자로염두에두고있다는것을시사한것이라고할수가있습니다과거에김정은이북한지도부내에서후계자로내정된것은김정은의나이만8세때였던1992년이었습니다적대세력들의군사적위협이녹아들고있는딸의존재감이드러난건분명히특별한사건인건틀림이없는데그딸에너무매몰되다버리면본질적인부분들가장중요한북한의화성17형이지금어떤그국제사회에주는충격이뭔지이런것들이중요한건데그건이미다사라져버리고딸만부각돼있는거예요딸만그래서딸의존재가곧북한체제의모든것들인것처럼착시현상을일으킬수도있는이부분은저는좀경계할필요가있다